平左右八百二十平整太个平面方，积，面积然八后百二十包平，括你有这个这些果园，对，有些什么水果水果啊？有最多的是火龙果，对，哇，你这个火好，龙再来果。就是无花果，无花果再后啊，面的草莓，草莓还有草莓啊，还有草哦，莓，这边适合草莓适合，不好种。天气不够冷还是什么？太潮湿，太潮湿，对，哎，草莓不是也喜欢那个有湿气吗？但是所以不能像，过了是不是？对，不能，应该怎么哦，解释？哎，可能就是像你讲的说，嗯。温度不能不太能高，太然后高，台湾是哈哈冰哈！山温度比较高，哇，这里边就是无花无花果，果，哇，你的无花果长得好高啊！这个每年要砍掉一次。嗯，因为现在这已经差不多收到尾声了，哎，无花果树是有几棵呢？你这里啊，我这边有100多棵，100多棵，哇，应该讲，那这个产量就很够啊！将近，我这边有100多种100多种的品种，无花果树有100多种，现在台湾有人统计大概有600种。这么多！对对对，哇，你今天不认识你，我还不知道有像这个这品么种，多的品种哦！哇，600多种的那这个个无叫花果，BNR，BNR，叫什么？BN2，BN2，BN2，哦对，，BN2，哦。这个叫这个做经坡常会鸡，见到的，我对，们会比见较到。常见的就对，坡鸡，早上就采，那这种是嗯，不同的。啊，对哦，哇，真的是，哎，真，刚才跑了就错过了，哈哈哈哈，这真广见闻，真的那因是。为这个是新品种的草莓，还在驯化它，就是驯化，哦，所以很多嗯，就会死掉。你在做实验了，现在，对对对，嗯。所以有的就那枯掉。这个样子，这个草莓的样子跟我们车开的那个有不同吗？一样，但是它一样，口感比较好。哦，口感会好一点。那这个品种叫做嗯，哦，伊朗鸡，这个又另你看外到的，没？又是另外一个。另外的无花果叫对，宜兰什么？伊朗鸡，宜兰鸡，就我们宜兰的宜不兰是，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伊朗伊这个朗，国家，伊朗这个国家对对是对，真的是从伊朗来吗？不是，只是它的名它的字而名字已，叫伊朗鸡，对对所对，以咬鸡的鸡。对，伊朗鸡又是另外一种品种。那这个叶方面它也有不同哦，这个叶是整块，很大。对，很大，而且不会像，但这个你吃吃看，样子有点像那个另外刚才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。你说这种我们叫什么这个品种啊？波鸡，波鸡，波浪的波，波浪的波，不比较直，它形状比较接近哦。这两个味道是差很多的，甜度味道都差很多。哦，这个跟那个嗯，品种又不一样，但是。哇，这感觉不出是无花果的味道。对，就应该也嗯，熟吧，熟了，熟熟很了。甜嘛，有点甜。嗯，不错，不错。对。嗯，你这里有100多种啊？100多种，哇，这么厉害！我从到这边都这有。边也有，好，这边，来起来。走再不要没关系啊，这边它很大，嘿，这个果很大，而且是藏獒，哇，哈哈，真藏獒啊！对，真的真藏獒。哇，但是回去回去。有多纯呢？哦，它的纯现在说藏獒很纯种的不是很多，基本上嗯，大陆研究嘿，真正的纯种的藏獒没这哈，么大，嘿。大概顶多嗯，40公斤，哦，它这个大概到60几公斤60几公斤，了，但是它的那种中心度还是一样那么中心，是不对是？对，我因为啊，它比较温嗯，和一点，还比较比温较和温哦。和，因为。它是从哪里买过来的呢？他是朋啊，友从大陆引进从的，大陆引进来对，哦，他因哈哈，为哎，难得在台湾看，柴犬带大的，难所以得在就，台湾看到。让他闻一下，可以，就好了，好，嗯，乖，好的，那因为现在这个嗯，是经过将近10年的
系驯化，驯化，驯化，驯化。嗯，这也是那个草莓哦，草莓，所以它比较适合宜兰宜兰的天气。哦，它现在正在开花。哈哈哈。那因为这个都是这两年培养出来的。嗯嗯。啊，那这又是另外一种，它的果实也不大，它的果实就小，比较小的哦，这个。对，它这个叫做这个品种。MBVS， 对，这些种都是从外国引进哦。对，从外国。我们知道土耳其的对土耳其。那后来就是一直往外分，所以意大利也有啦，法国也有，美国也有。嗯，在欧洲那边，欧洲也有。对，这个又是不同的品种。哇。真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在台湾我想只有你在这样的种这么多的品种哦。很多，还有人比我种更多。这样啊，这个是叫做高压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个等根长出来之后剪掉，就是又一颗。哎，这叫无性繁殖。哦，无性繁殖。对，像这个已经有开始有根了。哎，啊。它会长根，对，根一长出来，它剪掉就可以摘了，可以栽种了。对。哦，嗯，这个也是。然后来你这边吃东西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参观，是不是？可以，但是有感冒的话就尽量，因为养鸡啊。啊，鸡这它这个叫哦，你这还有养鸡啊？梵天鸡，它现在是才两个月。这什么鸡？这个是梵天鸡。什么鸡？梵文的梵。梵天鸡，哇，这个才两个月，好特别哦。这个鸡也没见过，这种鸡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我有养过一次那个，说是美国鸡，宠物鸡。这也是宠物鸡，也是宠物鸡啊。它可以到一公尺高。哇。它才两个月大。哇。可以长那么高啊，像鸵鸟一样。应该没鸵鸟那么高。鸵鸟只是脖子高啦。对啊，好特别的鸡。哎呀，是养来玩的。这是育种。对，这是培苗。培苗培种。对。哦。因为无花果不好。嗯，不是那么好搞定的植物。为什么呢？但是我见到有些人他养在自己家门口都可以种得很好啊，像刚才我说经常看到的那个品种。对，那你种起来就很好长。嗯，但是你它的在幼苗过程中不是很太好弄。哦，那你买的话就要买它的整颗长得比较大的时候的。大的划不来，不见得会活，所以都是从小养。这样吧，有的扦插啦，有的高压，有的嫁接，好几种方法。哇，你怎么这么懂这方面的呢？有兴趣就会懂。研究自己研究。对。那我这边的火龙果总共有二十几种。哇，火龙果你都有二十几种。二十几种。哇。有黄的泰国黄，有双色，肉色有双色，有粉红。对。还有白色的，白色有，我到前面给你看那个。对，我之前我在那个苏澳港啊，看人家钓鱼，那个钓鱼的先生他就是有种这个火龙果，送了一颗给我，他说他有种白肉的，有种红肉的。他老婆喜欢吃白肉，所以他要种白肉。哎，对，刚才有说你那边有蜂蜜卖。对。都是自己养的哦，自己养的。你总共养了大概有几个？不要，你不要站在它前面。有几个蜂巢啊？这里有几个那个？我这边有放十个，这边这边七个，那边还有。那其他的是托朋友在放到山上。他那边有五十箱。这蜂的话呢，是自己跑过来的还是？自己培养的。培养的。买了一箱回，买一开始买一箱，买箱慢慢培养，对，它会繁殖，对，然后就也养了将近十年，我都很有兴趣养蜂，就以后吧有机会，我是比较朝向是多样化的啊，你这真的是太丰富了，你这里这个什么都有。
那水果，哎，你这个火龙果现在都是绿的，外面现在包起来是防止那个虫害，防止虫害是不是？是防止虫害。你看，防止虫害是不是？对。哦。虫鸟。嗯。但是还是有时候防不胜防。嗯。你本身是这里人吗？我们这里是大，属于大同吗？哦，不是，这里是哦，圆山了已经。我太太是这边的，已经是圆山的境内了。哦，我本来是要去圆山这个歌仔戏，歌仔戏去了解、哦、了解你们他们这边的歌仔戏。在街头问歌仔戏天王是我杨丽花是我太太的结拜兄弟，结拜姐妹。姐妹哦，这个叫做厄瓜多尔赤黄龙。啊，厄瓜多尔赤黄龙，比较燕窝果。燕窝果，那这个这些名字有什么寓意吗？原产地，原产地就厄瓜多尔的。厄瓜多尔的啊。哦。然后因为它燕窝果，它口感像吃燕窝一样，哎，所以它是最贵的龙果。哦。有燕窝的味道。燕窝的燕窝的味道。对对对。哇。啊，因为它有刺，上面有刺。嗯。那这个你看这个，那这个果好种吗？这个在北部不好种，要天气要比较要热。对，火龙果不是说都要稍微热一点的地方吗？对，但是宜兰，宜兰就是它的产量一直不如，产量不够多，不够热，所以产量就不够多。会很好吃，看这颗，哇，啊，但是它不是最大。对对对。我有见过这么大的，我在嘉义那边有一个认识的朋友，他那个培植，我今年最大的大概比这个大上二分之一，那差不多有两斤多一点，两斤多，现在这个都有一斤多了，这个大概一公斤左右，一公斤多，一斤多快两斤了，这个都。然后这些你是会做成产品来卖，还是会直接这样一个一个的卖？这个卖相已经不好了，所以这个大概只能做成成品，做成一些食品自己吃，要不然就是要么就做自己吃做那个冰淇淋。我待会请你吃一个冰淇淋。啊，有冰淇淋，火龙果冰淇淋，哎呀，真好真好，这没试过。火龙果冰淇淋，那边就也比较没有啊，因为最大的已经没有了，哈哈哈，被我摘掉。哎，你这总建占地是八百多平，八百二十平，八百二十平，从围墙，嗯，一直到后面八百二十平，啊。来，请你吃个。好吧，我最喜欢吃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哎。你太太是这个歌仔戏的杨丽花的结拜姐妹，那更好了，那我就可以问，透过她来问我怎么样来去。哎呀，这太奇妙了，那个我来到台湾啊，经常会碰到很多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奇妙的东西，一些缘分啊，我想去某一些地方啊，他们也会这有互相认识啊什么，哎。真的，真好真好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其实我拐到你们这边来啊，也是刚刚也是碰，我不是刻意要过来的。好的。哇，这烤窑，哇，这个窑炉多大？这窑炉非常大，在我在台湾这边见到。算是比较大的。这两位夫妻退休了，但是呢退而不休。我们所谓的退休就是要像他们这样过自己喜欢的生活，还有搞点什么自己又有兴趣，
又有乐趣，又还可以产生一些经济价值的这样的项目来去退而不休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人生就会更加充实，还有更加健康。有这样的一个果园，还有这样的生意在经营，你也有所寄托。不要说经济收入，就是起码你也会有精神寄托。大家看看这样的一个这么大、这么豪华、像古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，你在这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在里头生活会有多么的幸福，多么的自在满足啊！这里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要介绍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它，这里门牌这里有乡村风味窑烤。我们这里是元山乡的生福路275号。元山乡群巷村营业时间：周四周五11点到5点，周六周日10点半到7点半。预约电话0978616117。乡村风味窑烤，原来一个礼拜只做4天而已啊！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，刚好经过就碰到这一家很有特色的乡村窑烤，还有他们还有这样的果园啊！我带大家去看这里他们的烤这个披萨，烤披萨。刚才我叫了一个海鲜披萨，哇，好棒好棒，很香很香，哇，谢谢，哎呀，还有这个火龙果，这个是今天早上摘的，但是因为那个比较炒所以都我们自己吃，哎，但是这个应该不错，越炒越好吃，哎，水果，你先用，好啊，试试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，这颜色是完全是原来的颜色哦，对，没有任何的色素啊，原色，所以火龙果的颜色这个就是这个颜色，鲜奶，火龙果加鲜奶，鲜奶加蜂蜜加糖，哇，哇。这口感没吃过，不得了，谁吃谁会爱上它。比我认为哈，比任何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我们叫雪糕啊，你们这个叫什么？冰淇淋，对，冰淇淋就雪糕，我们香港叫雪糕，去哪里都吃不到这么好的味道的。所以口感真的是很棒，嗯，好，真的很好吃。还有你还有很多产品，我先介绍完再来吃，啊，自己做的吐司，起四方块吐司，还有用那个蔓越莓方块吐司、无花果，这些全部都是你们自己的。还有啊，这葡萄就不是了，葡萄干、无花果，你会用自己的那个？没有没有，不是吗？无花果我们是做鲜果，那个上面都是厂商提供的干果。哦。然后火龙果干也是你们自己的啦，是不是？火龙果干是自己的，180块一包。这一包有多少克呢？100公克。嗯。
无花果200块钱一盆，20几颗只能做6包。嘿，手做土凤梨酥，哎，有一些做的很好吃，台湾有一些，哇，我吃过一些真的很好吃，凤梨干，在香港我们吃不到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原味金枣，原味金枣是你们这边的特产哦。对，这个是宜兰特产。宜兰的特产，100块钱不贵啊，港币也就20几块钱。还有这个是芥末花生糖啊，这个好特别，好特别，好特别，这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哦？不是啊，这个朋友做的。朋友做的哦，这个很特别，加芥末的，对，这原味的也有，不喜欢吃芥末的话呢，还有原味的，对，这个产品多样化哦。这是台湾的国宝杨丽花。哦，对对，这两本书是我太太帮他写的。啊？我太太写的。是吗？对，这么厉害。害羞躲起来。他的文笔很好啊，他读学什么的？他本身。林美是。是他，你太太的名字。那《中国时报》影剧记，影剧的那个主任退休。这个他写的，他是原来是报纸界的记者，哦，难怪，哦，原来是做记者的，这是他第一本书，是第二本书，完毕，哇，然后这个是也是写杨丽花的，对，这是忠孝节义，今年出，哦，刚刚才出的，对。台湾国宝级歌仔戏艺术家，可惜呢，很多歌仔戏那些年轻人他们都不感冒了。所以说这个是传统文化的东西，因为很多这些故事、历史故事啊、人物故事啊，反而大陆、闽南、福建，反正那边拍摄的花迷也很多。哦，对。歌仔戏本来就是从闽南传过来的嘛，从福建。歌仔戏是台湾土生土长，但是他的表现的那些艺术那些表现方法，应该不能这样说，不能这样说吗？对，他是，因为这个，他是后来才去参考那个京戏。哦，他的服装是什么？那实际上一开始不是这样子，这样吗？随便衣服一穿就上去演。哦，就他原来是就是很平民化的，没有任何的装饰收拾。他们叫所谓的台湾闽南话叫落地扫，落地扫就是那个要怎么解释、啊？可能我这土话，对，落地扫、落地扫，那就是比较一个很淳朴、很土，然后是只是说一直不断的改良呢，他在杨丽花才把它开始编曲啊，干什么？所以你现在看到所有的歌仔戏的曲都几乎是都是他做的，是他委托那个音乐人去做的，那版权都是他的。哦，这样啊，哦，难怪叫歌仔戏王帝了。对。那因为后演变到说他们去参考这个京剧啦，有没有去越剧或其他的？可能好像潮剧、潮州戏，他们里面也有多少吸收了一些。对，那基本上一开始的歌仔戏就是很平民化的东西。对，正常，这正常了。就有时候是穿着加便服的，就唱了。对，最原始的时候，对，最原始的时候，它发源地就在元山。元山在叫什么村？叫什么那个？它叫截头份。截头份。那整山截头份那边。我是冲着这个歌仔戏来这边。但有点晚了，因为今天下午在那个叫火车站啊，那里叫天什么天什么。
天什么那个火车站，一个百年的火车站，就是，哎，一时想不起来。那么在那里就耽误了很长时间，在那边跟人家聊天，聊了一个下午。我说："哎呀，死了！到时候现在已经快黄昏了，到那边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在那边可以采访到什么东西。啊，这么巧，应该采访不到。是是是，所以有的话，有可能我就到罗东去住一个晚上，罗东住一个晚上，明天起来再到那边去了，很近。罗东跟这个你们这边圆山这边很近，过个桥就到了。对，很近。过个桥。对，但是那边比较旺啊，是不是？人比较多。人比较多，比较对，罗东是全台湾最小的城镇，最小的乡镇，啊，人口比较集中。这样。那它人口会那么多，是因为伐木业的关系。以前都啊，从山上这下来。时代的时候，对。就它比较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，比较早，日据时代一直到民国都延续，都有伐木，对，然后那个块木还有那个扁柏，红豆杉，对，红桧红桧是吧？红桧跟扁柏两种珍贵的树木，是，没错。对，你只要想要了解杨丽花多一点，要问我太太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大概将近40年的对，交情。哇，那是从年轻就认识了，20几岁。20来岁就认识了，对。他现在还健在吗？那个杨丽有花，啊，在啊，还健在，上礼人拜，在这边吗？礼拜一这礼拜一我们才跟他过完生日，哦，他人有在这边吗？没有在这里，没在这边。他现在在台北。哦，在台北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这条片介绍你们，这个叫乡村风味，乡村风味的。可以来这边吃窑烤披萨，窑烤披萨好香好香。还有，你这个有卖的吗？你这个冰淇淋有卖？有卖。这样这样一碗是多少钱？还是你们没有？60吧，60台币。就是这么大碗吗？对，60。哇，那很超值哎。才60块，还有芋头风味、芋头口味的手做冰淇淋。好，那我们这条片呢介绍到这里为止了。这里就是吃东西的地方，他们的这个营业的地方，还有可以在这里吃东西。有来到园林乡这边，一定要来这里，你绝对会有惊喜。好，谢谢收看。